晚上折磨了，好累了。好累了。介绍我们的场上的三位导师。哎呦呦呦，要隆重一点，要隆重一点。哎呦，这三位导师厉害了。首先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小样队的队长福尔摩斯，请给我一个华丽的特效。以及另外两位队长。对，以及另外两位队长。介绍。第二位呢，就是我们男神队的队长，我们的柯南先生。你什么一肚子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日本的名侦探柯南的小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哎，是一个很熟悉的角色，他就是我们来自能量队的队长包拯包大人。欢迎包大人。欢迎包拯。接下来介绍到的是我右手边的，来自于魔王娱乐的，由顾月团长带领的麻辣点评团们，欢迎你们。在这儿呢，也要跟电视机前的各位来介绍，我们在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，直播也一直在进行，请大家到一直播当中找到我们的房间，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表现了。好，既然这个比赛如此的激烈，马上就要展开了，不如我送你走，去我该去的位置。没错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就是我们的男神队的旁边啊，来来来，欢送欢送欢送。魔王小太秀淘汰赛比赛规则，三位队长每次各派一组队员出来应战，三组表演完毕后，队长将用投票的方式淘汰其中一组队员，剩下两组将直接晋级到半决赛。24组选手共分八轮进行 PK， 共计淘汰8组选手。好的，感谢各位。那么现在比赛正式开始，接下来呢，有请的是我们男神队的队员柯南，您请出的是谁呢？接下来这段表演呢，是让你养眼养神还带着阳气我们最可爱的来自新西兰的朋友 Via。我叫 Via， 我来自新西兰，我今年18岁。上次 Via 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觉得她特别可爱，然后不仅是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表演非常的这个热辣，同时呢
也看到了他的中文还非常的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比尔。中文啊，你会说中文啊？我会说中文、啊。那你给我一些说英文的机会好不好、啊、？OK， Hi，My name's Olivia。他说我叫 Olivia。哇，反应的真准啊！可以说呀。今天我们在舞台上扮演的这些人物，你都可以认识吗？不是都可以认识，前面两个我认识。哦，第一位是什么？国外的一个节目叫 Sherlock Holmes 的 show。对 ，Sherlock， 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啊、哦，然后第二个呢？是直男。什么？直男？直男。这也……哎，哦，这就不一定了。我是名侦探。名侦探柯南，一部日本的动画片里面的人物角色啊。哎，第三位是？应该是来自非洲的吧。我是来自非洲的财神爷。哎，还蛮像的，蛮像的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，他呢是叫包拯。包拯。对。哈哈。啊。哈哈。哎呀。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有这么好吗？其实薇娅最擅长的就是跳舞加唱歌，是吧？上次我跟薇娅不是 PK 了一段舞蹈吗？对呀、啊，上次对我们俩也都没有赢。啊、然后今天呢，想跟你 PK 一下那个唱歌。哎呦，今天又要 PK， 来，哎呦，又要 PK， 哎呦，跟你 PK 一下歌曲，就是你中文比较厉害，那咱们就 PK 中文歌吧。好，我可以的。你真会选，好吧，可以、啊、可以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你是我的小眼小苹果，怎么爱你不比钱多？好了，好坏，小霞太坏了。对，小霞这个，哇塞，小霞不要看她平时一副啊。这个傻傻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很有心机的，很招啊，对呀、啊，招招毙命啊！啊，一上来就把他往那个沟里面带啊，是不是、啊？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探长，有话要说一下。哎呦，我觉得不能被一个人的外表所蒙蔽了。是。你的外表会影响每个人的判断。嗯。你真美。谢谢美女。我要说的就是，你今天的表演。从外形上来讲的话，你可以打满分，但是你的表演内容达不到高分。哎呦，为什么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适合你自己母语的歌曲，你的英文唱得很好，可是中间有一段 rap 的时候，你完全是只顾了跳舞，没有动嘴一下，是英文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英文不太好。因为是另外一个歌手唱的，不是 Ariana 唱的、嗯，是不是？孤陋寡闻了吧？我果然被你的美貌所迷惑了。今天这个表现的还是不错的，我们接下来等待自己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谢谢这边。嗯。接下来呢是小样队可以扳回一城的时候了。小样队派出的是谁？没错，我接下来要派出的这位队员呢，他有着一颗音乐的心，有着一群爱音乐的哥们儿。今天他也把这些兄弟们请到了现场，一起为他来助阵。他就是模仿黄渤的胡高磊。那是从世上拍下的风，有人不爱你的色彩，一张一
想嚎叫。像白云飞越高，红旗飘呀飘，红旗飘呀飘，年轻的心不会衰老。嘿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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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我们的红高粱乐队啊！上一次在见过了这个我们的胡老师之后呢，那天其实是大家都特别感动的，因为他分享了自己在追音乐之梦的这条路上所经历的很多，然后包括自己的家庭，还有包括自己的工作，然后今天就真的把自己的一支乐队都带过来了，请允许我隆重的，算隆重的啊，隆重的介绍我们乐队，鼓手。王旭全，当。主音吉他曾志，好，欢迎。贝斯手周光辉，欢迎光辉。等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果然你是讨厌比自己高的人哦。其实我比较就是有点妒忌他，为啥呢？因为我在乐队里呢，我是 keyboard。keyboard 啊，对，就是离舞台总共不会超过这么远。哎呦，啊，就他每次站那里，今天我站那里。哎呦，就是自己是主角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平时他是主角啊，嗯。对，他叫林建涛。林建涛，哎呦，欢迎建涛啊！刚才他那首歌唱完之后，我完全忘记了他其他的几个队员，我的目标全部在这个背后的这个闪闪的五星红旗上面。没错，忍不住我一个英国人，我都要说一句 I love China。 谢谢管怡妹妹，真是为难你了哦。但是我觉得他是我见过所有的模仿者当中最像黄渤的一位队员。哎呦，非常感谢管怡妹妹，今天您的管怡妹妹不在这里啊，管怡妹妹不在这里，她是夏洛克福尔摩斯。哎，哦，我寻思是奥黛丽赫本罗马假日，您是我心中奥斯卡女主角 啊。大胆，拖出去斩了，当场杀了，回去。这是马屁里面有真情，说实话啊，对对对，场面话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说真话哈。那个他在表演的时候，我在他侧面坐，他面前有一个钢琴，我就觉得应该是。只是一个道具之类的，没想到，然后没想到他啪按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在做样子，这真的是那个真的在那个灵魂就哎呦，对，是你是盼着他怎么样啊，灵魂就怎么了？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队员到了舞台上，已经充分的展示了自己啊，所以在这儿我们要静静的等待结果，好吗？谢谢，来这边。好的，接下来呢是能量队的队员报道人。能量队将派出一名非常优秀的队员，有他的地方就不会冷场，他就是蔡元峰。
蔡元峰呢，上次的表现我认为很完美，所以这次特意从复活区把你捞回来。哎，为什么把你捞回来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那人不够。为什么要把你捞回来呢？因为把你捞回来是为了 PK 小样队和男神队。哎呀，谢老师，谢老师。那么今天我觉得你的舞蹈的创意很不错，哎，和你的葫芦娃兄弟们组成了一个葫芦娃天团，把男神队 PK 掉。哎呀，你看他说的糊里糊涂的。对，我觉得上回看到你哦，我觉得很惊艳，因为大张伟本身他在舞台上有一种像着了魔一样，嗯，好像吃错药那种感觉，但是很讨喜。但是今天你在舞台上表现，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心事是吧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你原本期待被男神队捞回来，结果捞到能量队，你就去看一张黑脸？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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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前段时间在合肥拍戏，肌肉全部拉伤了，现在上楼梯口啊都倒着下，都是倒下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可能就是那种感觉没出来。对，今天在这个现场呢，我们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，因为身体也不是很舒服。那没关系，只会有一个人出局，到底会是谁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我们请出前两位的队员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有请。现在大家看到的三位队员已经在台上站定了，到底谁会被淘汰？三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，我们的队长会怎么选择？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，请举牌。好的 ，Via 是一票，蔡元峰是两票。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宣布，蔡元峰你被淘汰了。同时也要恭喜我们其他两位能够晋级到下一轮，恭喜你们！谢谢谢谢。来，元峰留步。小样队的队长福尔摩斯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投给他。其实身体有状况我们是可以去克服的，但是你的是精神状态，你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大张伟在你的身上。今天相对其他的另外两位队员来讲的话，你今天的在舞台上的表演不如你上一次的表演。好嘞，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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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朋友们，谢谢朋友们，谢谢，很棒，你很棒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要请出的是我们男神队的队员，不得了了，全方位的偶像，实力派的唱将，王柏。爱的那么深，比谁都认真，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。漫天风雪，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，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。很奇怪啊，每一次他的表演搭档都是赵振宇和这个我们的顾月，两个人演一些无聊的桥段。
的哈，嗯，但是他刚才一开始在唱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去照顾到表演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在演这一段，因为毕竟没有专门的学过表演，嗯，也不知道你的队长满不满意哦。非常好，我一直被你的歌声还有投入的那种状态所吸引，嗯，我几乎没有关注到那一位跌倒的女人跟足疗的技师，嗯，对，我觉得你的整体的表现很吸人眼球，嗯，那么我们待会儿等待结果好吗？好的，好，谢谢这边，嗯，接下来呢是我们小样队要派出他的队员了，您派出的是，马上我要请出来的是两个双胞胎，而且真正的实力唱将，最重要的是他们请出了非常多的助演，马上请出的是风雷、风涛。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岁月昏沉，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取暖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我留不住所有的岁月，岁月却留住我，不曾为我停留的芬芳，却是我的春天。唱起这首心里的歌，唱起这首心里的歌。感谢风铃风涛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哈、啊、这首歌是你们两个人特别想唱的歌吗？是，怎么说，因为这首歌由李健老师唱过之后，然后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，嗯，这首歌也是可以描写爱情，也可以唱给自己的父母。我觉得听李健老师的现场啊，哎，我觉得感觉可以看到音符在我们的上空当中漂浮、哎、因为他声音太美妙了，听两位唱歌不仅可以看到音符，还可以看到节奏。他们两个人的优点是长得像，声音像，气质像，而且是双胞胎。哎，就你一会儿发现在那边，一会儿又在这边，就是很穿越的感觉。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炉火旁取暖，回忆青春。它让我们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等待这个最后的结果好吗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这边，谢谢老师们、嗯、好的，那么接下来
包大人，能量队将派出的是一位非常用心的选手，他的造型每次都能惊艳你。我们要派出的是凤凰传说。凤凰传说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这个衣服又不灵不灵的哈、啊，特别想问一下，今天这身衣服多少钱？我搭档的衣服是他自己做的，就是现成的西装，是在某网站上买的哦、然后自己把这个亮片缝上去，你自己缝的、对，这个是用那个树脂和那个米饭做的。你把要吃的米饭拿来做这个，叠在树脂上，然后在你布是先缝好。不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，是可以掰的。哎，好像是，这里边有颗粒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、这个是怎么想到的呢？是你以前就经常这样制作自己的演出服吗？不是，是我读一年级就是没有书包上学嘛。然后奶奶就用缝纫机，就是教我用旧衣服做了一个书包，我就很开心去上了学，还从那时候会做一些裁缝。哎呦，你看看、队长觉得怎么样？队长看了你们的表演，觉得好哇啊！哎呀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啊。你们的表演，老夫甚是开心呐。是，看出来了。因为从服装还是到表演，都让我心怀喜悦啊。哎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表演非常的完美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不错不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上之前的两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一起来接受这个最后的结果。来，有请前两位队员。接下来请我们的三位导师做好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每个人各一票。其实我也非常理解我们的三位导师，因为刚刚我们是两队组合，两队组合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，不如我们的麻辣评审团你们商量一下，最后这一票如果让你们去选择淘汰一个人的话，会淘汰谁？顾月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好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薛之谦的模仿者王柏申。
票数其实差的不是很多的。嗯。那我们六个人嘛，但是其中有三个人我就不直接说了，就是可能给你多了一票。哎。可能是他们不想再看到我跟他搭档再继续演情侣了吧。那我现在宣布王柏申在本轮被淘汰，同时也是恭喜其他的两组选手，你们可以进入到下一轮，恭喜你们。恭喜，来这边请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今天这一仗本来就很难打。是。王柏申遇到的是两组，不是两个啊，是两组非常强的对手。一个文的，唱抒情歌，唱出那种空灵感，都快看到自己的祖先了，是吧？一个是武的，把广场歌两首经典名曲凑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是虽败犹荣。作为薛之谦的粉丝，能走到现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哎呦，能把我自己想唱的歌都唱出来了，然后包括他的粉丝也能听到一个这么像薛之谦的一个声音。没错，嗯，外形又长得很好看，然后歌艺又非常精湛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对对对，我们接下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柏申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来这边请，拥抱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加油，加油，哎，柏申加油！复仇者小分队空降现场。他们各显神通，各自为战。吃泡菜的是阿里郎，日本来的是桃太郎，有爪子的是金刚狼。小将队五大战将，谁将获得通向总决赛的宝贵机会？你觉得我们队的蜘蛛侠表演不好吗？还不错。可是刚才为什么你连一个掌声都没有？因为上回我鼓掌啊，我就住院了。好，啊，他到。10月20日晚。